还是教了我们，你真是大造化！打个屁！这一路挑到魔剑，骨头都累折了。哎，你这快些走吧，休假误了我吃酒。我闻到，你要破有些个怪癖，八节四十都要进补，每次进补必要成亲。有次夫人来此贺喜。 挑了面宝镜做礼，名为赵拱镜，且慢。赵拱镜，我记得夫人时常念叨，言语间好生可惜了。哎，你听我说完后话，你妖婆拿镜子一照，就失了神，转身就把镜子扔了。夫人因此生了闷气，便不再亲自做动作。 藏书书的心呐！哎呀，走快些，显得辛苦，从来不用。 前面似是个有人烟的去处，瞧一瞧，这鬼地方哪里还有人住？只剩下不近视的妖怪变着法子欺我们。只说到这儿来，可你瞧瞧，简直……等等我呀！哎，偷藏了什么好东西啊？ 哎呀，尚叔叔的心呐！哎，这里还和从前一样，一点没。哎呦，还有这种不识相的小妖！ 怎么又害老猪跑了呀？
凶狠的图案。守候呢，现在求饶。略等等我呀！